我们要去见那个人，他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我们要帮他。我们要去见那个人，他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我们要去见那个人，他是我们的老朋友。齐荣，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 据日媒，日本著名演员千叶真一去世于医院病逝，享年82岁。千叶真一曾出演《风云雄霸天下》。据悉，千叶真一原名前田真穗，1939年1月23日出生于日本福冈县福冈市。1959年开始演员生涯。1968年因出演电视剧《猎人》获得了一定知名度。1998年参演了香港武侠电影。 《风云雄霸天下》并获得第1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。2002年，千叶真一与赵文卓、何润东、蒋勤勤、陶虹领衔主演了武侠电视剧《风云》。千叶真一成为唯一一位同时在《风云》电影版和电视剧版饰演雄霸的演员。2007年7月16日，千叶真一在东京举行记者会宣布退出异能界。 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原来你们两个人还都没死。雄霸，剑上的剑23一招虽然是鬼哭神嚎，但是比起我的三分归元功，恐怕还差一点。喜欢就订阅呗。